皇上，娘娘，娘娘说一时不能随猎，让他陪我骑骑马，就这么难。娘娘说，马鞍的鞍垫不是，不能骑乘。鞍垫不是，好啊，把我的马鞍子给他。驾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得，又给皇上气受了，还气得不善呢。这再烈性的马，两年总该驯服了吧？这算怎么回事儿啊？呀！皇上这么快就回来了，都猎着什么了？来人，给皇后的马备上鞍子。这，慢着，还得比着坐垫子呢。搬出去。你也别疯了，马一跑起来，这种垫子根本就没用。怎么没用？我小时候就用过。现在用不着。你的马背上有天底下最好的皮鞍子。鞍子再好，我也嫌它硌得慌。我的话你没听见？皇上不让你缝，你就别缝了。皇上，奴才回来了。吴良辅，奴才在。把这案子搬出去。这。出去。你们都出去。这奴才的面给我难堪，你这是为什么呀？我的脸面都丢尽了。谁让你丢脸了？你可以去问问王爷贝勒们，他们会告诉你谁让我丢脸。不想问别人，只想问皇上，谁让您丢脸了？想让你做什么，求你做什么。偏偏不做什么。我不想做的事儿，为什么要逼着我做？谁逼你了？你现在就在逼我。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欢骑马。第一次来我就告诉他们，皇后会随我行猎。今年我又告诉他们，皇后一定会随我行猎。可他们看见什么？那匹骏马上的鞍子永远是空空荡荡的，我的诺言一文不值。他们都在讥笑我。给我个面子，换上便装，出去骑上那匹马，给那些宗室们做做样子，这样不算为难你吧？就算行礼，也是陪皇上行礼，关他们什么事儿啊？要是皇上不便说，我去告诉他们，我不喜欢骑马。没人会相信你。
你不是来自江南的女子，你是生在科尔沁、长在科尔沁的人。科尔沁的人在马背上睡着了都不会掉下来。你不是讨厌骑马，你是讨厌陪我骑马。宗室们看到的就是这些。我的话在这什么用都没有。让你做的事，你想做就做，不想做就不做。现在他们全明白了，只要皇后愿意，她可以当着众人的面撕破皇上的脸。刚才还说没有逼我，现在为了给那些说三道四的人开开眼，就逼我做我不喜欢做的事儿。一直说我娇生惯养，说对了，我就是娇生惯养。我已经好多年没有骑过马了。你不在的时候，我骑上去试了试，我生怕自己摔下来。你就想着我不给你面子，你怎么就不想一想，我是怕给你出洋相。他们都在外面等着，马也备好了。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骑还是不骑？不想骑。你要是怕这马，骑上去不用跑，走走就行，好吗？不要逼我。不是逼你，是求你，行不行？不行。为什么？我不会骑马。你说什么？我不会骑马。好，明白了。你应该早说。花竹子，上马。没人稀罕这匹马了，赏给你了。吴良福，奴才在。扶花竹子上马。怎么了？害怕了？不敢领这个赏是不是？皇上，奴才不是不敢，是不能。哼，为什么？那是皇后的吗？奴才不配。哼，以前是皇后的，现在是你的了，少啰嗦。来，我扶你。皇上，皇上，过来。皇上，来。花竹子，竹子，他们欺负我，你也敢欺负我？奴才不敢。回去，做你没做完的事情。站住！你不想骑，还不让别人骑，啊？我的马骑不骑随我。哼，这回可随不了你了。你听明白了，它不是你的了。以后啊，少操心。嗯，上马。皇上，下贱的奴才，你给我下！我不许你碰他。骑上去！你敢！皇上，马厩里有的是好马，要不换一匹？你也怕委屈了这匹马？好，你说，谁配骑的？我说，奴才觉着宫女骑她不合适。谁骑她合适？贵人，贵人骑她合适吗？
皇上，贵人不行，找个嫔妃总可以了吧？皇上，我让你做什么，你就做什么，你不想做也得做。你听明白了？奴才明白。皇上让奴才死，奴才就去死。仔细听着，脚插进马镫，两腿夹着鞍子，左手持鞭，右手扯住缰绳，想抽他你就抽他，他能带你在猎场上飞起来。开始吧，来。不想做的事儿，我不会逼你做。连尊卑贵贱都不分了，你就是为了羞辱我，是不是？我没羞辱你，也没羞辱这匹马。我不想为这匹马再找另一个皇后，可我可以替他找个妃子，好配得上他。皇上，皇上，不许你们拒绝我。淑子，你给我下来！不要脸的，你给我下来！你害怕？从猎场回来，我就册封你，好让他们知道你是谁。抓紧点，叫叫！这演的是哪出戏呀？叫叫叫！说着说着就说急了，皇后愣跟皇上说自个儿不会骑马。他怎么说的？皇上的意思啊是说骑上去走两步就成，可皇后说我不会骑。本来就是为了散心才来的，现在找了个不自在。皇后撂下话了，那皇上呢？皇上也急了。哦，你不是不会骑吗？那我就找个会骑的，也不知道怎么着啊，一下子就指在了花树子的脑袋上。哎呦，把他给吓的哟。把谁又给吓着了？把花树子呀都给吓傻了。要是没有皇上和奴才在后边周着，他上不去马呀，就是给他搭个梯子他也爬不上去呀。皇后哪能答应啊，搁着谁也没法答应啊。哦，皇后骑的马让一个宫女儿压在屁股底下啊，这人能受这委屈，马还受不了呢。少啰嗦，说后面的事。哎呦，索大人，奴才这儿不啰嗦，后面就说不清楚了。啊，简单结说吧，皇上也不想委屈了这匹马，得找个合适的人骑他呀，就把骑这匹马的花树子给指成妃子了。哎呦，当时把皇后给噎得哟，连句话都吐不出来呀。这事情就是这个样子。奴才别的就不知道了。就这些？就这些。下去吧。这太后，皇上说的是气话吧？不管他说的是不是气话，我都当真话听。您的意思是？到哪里都不能不讲规矩。
别人可以从树上摘果子吃，可是皇上不行，他就得吃御膳房给他备的果子，因为那是验过毒的。他现在张嘴就想册封个妃子，这世上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啊？索大人，臣在。去查一查花树子本家的家事，查清了来告诉我。这传出去，哼，让人笑话。福临这孩子现在是越大越不让人省心了，真是荒唐。额娘，太后，你别说，我都知道了。你会不会骑马呀？那明明会，为什么偏说不会骑呢？到底想干什么？你没看见他怎么逼我的？我受不了。那他是往你的脖子上套脚绳了，还是架刀片了？他可是皇上，他真要逼你干什么，你还不得不干什么。你跟他顶什么牛，讲什么价钱呢？怎么，你想指望他事事都服软，处处都让着你？哪敢指望啊，只不过受了欺负，多说几句罢了。你不乖乖地骑到马上去，说半句都是多嘴。你可是个明白人，你早就应该知道了，现在的皇上不是以前的皇上了。就连我这个做母亲的都不想去招惹，都得处处顺着他。可是你倒好啊，怎么拧着就怎么干，你就不怕惹出他的火来？那皇上对我总该尊重些，我又不是下人，由他当面呵斥。呵斥几句又怎么着了？他可是个皇上，现在只要他乐意，一个下人一眨眼的功夫就能成了人上人。怎么，这样你就受得了了？事事处处都不知道忍让，最后受损的是谁，你应该明白了。额娘，现在事情变成这个样子，您就看着不管？我倒是想管，可管得了吗？猎户，都已经赶到下面的挖店里去了，你们都准备好了吗？听明白了，今天狩猎的优胜者将得到最宝贵的奖赏，他可以骑走我的御马。皇上，你说的话是当真的吗？拿出你的真本事，赶快下去狩猎吧。好，下。啊，
不着急，我已经过了那种争强好胜的年龄。堂兄，一定是对我的御马不感兴趣吧？也可以这么说吧。皇上，御用之物用于赏赐，皇上自己还是要格外当心。哦，有何不同？皇上。您有没有察觉，自己最近的言行举止过于随意了呢？一匹好马而已嘛，赏就赏吧。天下骏马无数，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堂兄，不必过于多虑吧。皇上圣明，但愿我说的这些都是多余的了。不多余，不多余。你呀，帮我去督练，小心那些人为了得到御马而作弊啊！快去吧。皇上，草深林密，自己一定要当心。姑娘骑术不精，策马时也要当心才好，要闪避低矮的树杈啊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快去吧。安郡王这个人怎么样？郡王是个好人，当然是个好人。可是他越来越婆婆妈妈了。哼，他认为你骑术不精啊，我认为你骑挺好的。只要皇上喜欢，奴才心里有多怕也不怕了。皇叔子，你心里在想什么？四时了，是给娘娘上白果茶的时辰了。你真就没想想自己的事儿吗？奴才不敢想。你真的一点也不觉得高兴？皇上是一时气恼才那样说的，奴才没有非分之想。我就喜欢看你战战兢兢的样子。随我来。花树子出身寒微，他的父亲是有名的花匠，也是个出了名的酒鬼。他的祖父在正白旗的军武中领过威职，后因临阵脱逃被判绞刑，遇到恩赦才改为流放，全家即墨为奴，在入了包衣旗的人里算得上是安分守己的奴才，再没惹过什么事情。卑贱到如此不堪的地步，竟然也跑到宫里来，还站住了脚。
终于熬出头来了。我这挨了扇子，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？是祖上的规矩，有不少上品的奴才就出自这帮人当中。可是奴才终归是奴才，宫里容得住他们是想顺溜溜的使唤他们，谁也没打算拿他们当主子。让奴才爬上了主子的位置，那宫里的御膳房不就整天供着咸菜疙瘩了？内务府行事有疏漏，微臣身为总管，惶愧之至，愿受处罚。索大人不必自责，其实这些道理皇上都应该懂，老规矩就在那儿摆着呢。他要是想蛮干，不等别人去拦他，他自己就会跌在那儿，到那个时候再想着把他扶起来，我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一旦皇上沉溺于情，无力自拔，重臣人微言轻，无从解劝，还望太后对皇上小以利害，不要贸然行事。其实我现在说话也未必顶用。索大人，你有什么好主意啊？这个，把花树子调开，或者干脆让他出宫。钉瓷实点儿，别心疼钉子和楔子啊，把活给我干地道喽。我可告诉你们啊，皇上从猎场一回来，你们就得给我交工。嘿嘿嘿，顶上点劲呐！无量府，索大人呐，您有什么吩咐啊？你这是干什么呢？搭毡包呢。给谁搭呀？给花树子搭呀。人家一步登天成妃子了，咱总不能还让他跟二十几个宫女挤一个帐子吧？还让他跟皇后住一个帐子，那更不合适了。您说是不是？这不是别搭了。怎么了？还没正式册封呢，他不是妃子。哟，皇上亲口说的，从猎场回来马上册封。册封不了了啊，都给我拆喽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。听见没有啊？干什么呀？别歇手，接着干。过不了一个时辰呀，妃子就得住进去。来，给我上架子。无量府。奴才在，在。你们听见没有？手底下都别闲着，给我干地道点啊！你跟我过来。我过来。你们听见没有啊？架高点啊！听见没有啊？别含糊。怎么着，索大人？我这内务府啊，大臣的话你是不打算当话听了是不是？哎呦，您别生气，您的话我捎带着听。您别不高兴啊，您是奴才，我更是奴才呀，咱们都得憋着劲儿啊，听皇上的，您说是不是？不光你这耳朵好使，你这鼻子也好使啊。不，这么快就闻出味儿来了。这毡包是你自己做主搭的吧？
哟，要是这点眼力劲儿都没有，那不我白伺候皇上了吗？索大人，奴才忍不住想多说一句，您一定不爱听。说你的吧。早知道你憋不住了。还是索大人体味奴才呀，不说我都不好意思了。索大人，内务府耗了您不少心血，光太后那边就够您张罗的了，御前这一块呀，您就不用操心了。我做事儿，皇上历来信得过，您也就不用不放心了。我对得起皇上，也就不会对不起您了。您说是不是？你这耳朵鼻子好使，这嘴巴也好使得不行啊！啊，索大人，您不用夸奖奴才。哟，我夸奖你算什么？皇上还夸你呢。传太医，传太医。哟，哎，这是怎么了？我让你们给我传太医，都给我出来！话说的，坚持住啊！给我传太医，都死光了吗？人呢？哎，皇上，给我传太医去！传太医，花树子摔伤了。太医，人呢？传太医啊！皇上，往哪儿送？啊，把人送到我大帐去。这，金大帐，金大帐。自作自受。告诉额娘，你是不是真心喜欢他？真喜欢。不对，你只是诚心跟皇后过不去，诚心想让她丢脸，让她不高兴，对不对？她要觉得不高兴，我也没办法。那要是额娘不高兴呢？凡是儿臣高兴的事儿，额娘一向也是高兴的。那我得跟你说个明白，这件事情我没法高兴。你现在上嘴皮碰碰下嘴皮就想把乾坤定下来，遵的是哪家的规矩啊？如果觉得封妃鲁莽了，退一步，封为贵人便是了。如果你们还是气不顺，封成常在，答应总可以了吧？闹点别扭，张嘴就胡来，你还把自己当小孩子？我花叔子懂事儿，顺从。顺从的奴才多的是，你见一个就封一个，封得过来吗？顺着的总比不顺着的好。都顺着你，未必能成全了你。奴才，说到底还是奴才。他不顺着你，他怎么活呀？但他是真心还是算计，你做主子的心中得有个数啊。不管怎么说，我得给花树子一个交代，我不能委屈了他。当然不能委屈了别人，但是抬举下人，你可得有个分寸。我看一眼，我出来。哎，哎，我说你们俩怎么回事啊？你们知道吗？在这儿伺候着。那人是我救的。哎，你，哎，我说你别推我呀，你让我进去。哎，谁在这儿嚷嚷呢？爹。嗯，你这满脸的炭灰也不洗洗，跑这儿捣什么乱来呀？我都拉了四趟车了，我那马
进了家，我要你的命。走。爹，花树子怎么样了？他流了好多血，皇上都吓坏了。要不是我把他背回来，是你的对饽饽吧？这儿用得着你操心吗？哼！爹，你以后能不能不让我干这些粗活了？你说什么呢？你再说一遍。爹，我叫您爹都叫了2年了，您还让我干这粗活。我一直把您当亲爹，您可没把我当亲儿子。小兔崽子上我这儿叫屈来了啊？嫌我不让你干细活？我问问你，你的脑子够使吗？啊？让你拉这么几车炭，你都不乐意。赶明儿啊，我让你小子拉那粪车去。爹，您老说我傻，我跟您说，我一点都不傻。是吗？哼，您把着御前，不让别人插手。嘘嘘。儿子佩服你，是吧？但您犯不着老压着我呀，你老让我干这粗活。我到什么时候我才能出个头啊？我哼，卡巴当都平了，还想出头啊？平白无故让人给一刀，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能早点出头吗？老让我拉炭，我到宫外去拉得了，进宫干什么呀？凭什么让人给一刀？我他妈抽你！要饭的野孩子命，你敢说这话？拉你一刀怎么了？拉你一刀是看得起你。不善你，不善你早饿成干鼻涕趴在大街上了。哼，有口饭吃不耽误你喘气，念你爹的好吧。哼，其实不用你夸他，我也知道他懂事儿、勤快、听话，是个难得的奴才。他要是一直站在你的旁边，那也倒不碍事儿。可是他现在插在了你们的中间，不把他挪走，你们之间就不得安宁。额娘，您打算如何处置？请他出宫。不行，这样不行。他做错什么了？花树子没做错任何事儿，哼，别人做错了事儿，让他来受罚，不公平。册封的事可以商量，赶他出去，我绝不答应。高声大嗓的，冲我嚷嚷什么呀？跟额娘没关系，我知道，我知道谁容不下他。我说过我喜欢花树子，我不管他下界不下界，喜欢就是喜欢，我不想说过这句话。不收回也成。不过，你可得把这句话给我咽下去。你是个皇上，说出这种酸溜溜的话，省下来让没出息的人去嚼吧。爹，今儿我可在皇上面前露脸了，你就直接提拔提拔儿子吧。你老不拿我当亲儿子，儿子都觉得没劲了。你瞧，你瞧啊，啊，还嫌我说你傻？这藏在肚子里的东西能随便掏出来吗？藏在肚子里，那才是宝贝呀！掏出来的是什么？什么？嗯，屎！傻小子，行了，你呀。给我滚吧！哎，爹，皇上说要赏我呢，我怕他忘了，您替我盯着点儿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滚吧，滚吧！哎呦，你瞧，你瞧，说着说着还来劲儿了，抹上泪儿了。去去去去去去！替我盯着点儿。行啦。赵太医啊，赵太医，您慢着，慢着。花树子的伤不碍事吧？啊，不碍事。哦，
我算什么皇上？硬要赶他出去，不如连我一块赶出去算了。住口！太后，索尼大人求见，让他进来吧。来，等等。 进来，请吧。微臣给太后、皇上请安。什么事儿啊？说吧。刚刚接到赵太医禀报。 花树子他有孕在身。